来麻烦，然后我们拿底座，因为这个讲座有点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平面大哥好不好？我们先从你的右手边好了，我们每个视线都给一下。对对对，来，第二位的部分也给一下。来左边，来左边这边，来中间，中间看一下。来右边一下啊。再左边一下。好了，左边，左边这边再给一下，谢谢。OK， 来，我们是不是请工作人员先把我们的奖状拿起来？来，首先先恭喜你啊，在我们的金鹰奖的开奖就拿下我们很大的奖，就是嘻哈专辑的奖项。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感谢的？我们要跟我们的透过我们的镜头再讲一下。感谢我的工作团队 On Studio， 然后还有我制作人全泽、亨记，还有 Josh B。是，那要不要讲一下最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，或是怎么样的规划？十一月的时候会比较多像夜店的演出，或者是高雄的一个活动。台湾嘻哈音乐季我都会在那边演出这样子。是，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 Zambo， 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